欢迎来到 Brother YouTube Channel， 为了大家可以更加方便利用不同的装置去打印文件、做扫描这些功能，大部分的打印机都会有配置到 Wi-Fi 功能的。今天就教大家怎样去连 Wi-Fi 了。首先按 Menu 键，然后我们按下尖嘴找 Network 网络，找到之后按 OK 就是进入 Network 的选单了。然后我们再按下尖嘴选择 WLAN 括住 Wi-Fi， 然后再按 OK 键，然后就会见到 Find Wi-Fi Network 这个选择。按 OK 键，我们就正式进入连 Wi-Fi 的步骤了。如果荧幕上面有出现 WLAN Enable 这个字，我们按上尖嘴就可以启用无线网络功能了。启用无线网络功能之后，打印机就会自己寻找附近可以被侦测到的无线网络了。看到你需要连上的 Wi-Fi， 我们按一下 OK 键，之后就开始输入 Wi-Fi 密码。输入密码的方式其实就用上下尖嘴去逐个字找出来的，包括上面会有大街、小街、符号和数字的，是一个循环的，你只需要按上下尖嘴看到那个字之后呢，就可以按荧幕下面 Copy Scan Option 这个字呢，就弹一个位置这样的。咁我哋就用呢个方式咧，去将个 WiFi 密码如此类推咁去输入落去部打印机上面啦。入完之后咧，我哋就揿翻 OK 键去下一个步骤啦。见到呢个画面，我哋揿翻上箭嘴去连接翻 WiFi。见到 Connected 呢一个画面咧，即系代表 WiFi 已经成功连接。我哋揿翻 OK 键去翻上一个画面。再按红色掣就会出翻去主画面噶啦。希望呢条片可以帮到大家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